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全国投资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，我是启发投顾先生。台北股市今天在续涨95点，量微幅扩增到789亿。那我昨天跟各位讲，今天可能台股的一个所谓表现不会很好，但是今天一开盘哦，我就会做调整哦。好 ，OK， 今天开盘在这个地方，这五分 K 哈，5月25号9点5分。那一开盘我就做调整，好，那没关系，你不会算，你到免费技术班来哈，我会教各位开盘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再去算，他今天来开盘在这个地方，9点5分，那我们就算他的一个所谓的高点跟低点在什么地方哈，来 ，OK， 我只有看到开盘，那我如何去抓？来。这个是高空 K， 好，为什么它是高空 K？ 这个当然是要技术分析的、啊。哦，原来今天的高点大概是在8413，今天最高8417，那压回来这个点是昨天的一个所谓的高点是在8356，所以今天一开盘它就见低。8352，今天最低8352，最高8417。我这边算出来，这个点是8356，那高点是8413。那我昨天预告给各位的，5月23号讲5月24号，来，今天调整出来，好，是8356、8416。那今天的低点8352，高点8417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事先做预算的。我跟各位讲啊，我从来不会在节目上，我有带棋子，但是我从来不会在节目上讲绩效。我今天做两趟，我大概是赚了70点。我不会去讲绩效的，不像很多人每天告诉你，他每天都对，每天都赚几百点。你要，所以我来讲哦，你得去讲对吧？就你要自己会去判断。一个老师可以事先做预告。那我预告的是加权，其实我棋子可以预算，但是在节目上我不能讲，为什么？因为经管会规定，因为期货它是可以做交易的，不能做预算。那我今天做两趟，大概赚了70点左右，赚了70点左右。好，重点明天要怎么做？5月25号我们讲5月26号，正对收向上在8436。过三关价的上限在8438，正对收向下在8336，破双关价的下限在8335，这边都8330、8330，所以明天加权的技巧大概多底趋势在这里。然后呢，这边8436、8338，所以空底区就在这里，了解吗？事先算出来，这短线上的、哦，短线上的，好，这个事先做预告给各位，好。那我们之前跟各位谈过哈，在520之前，来，前面就不要谈，这个高点8840，我之前算出来，这8840，你到我免费技术班，我教过你，我没看到后面，我就跟各位讲，8867，这里没看到，由这一段算出这个高点。听得懂吗？我这特殊技术分析事先算的哈，我由这一段算出这个高点，那这个股价在这一段 ，K 线在这一段，我们算出这份高点，对不对？那散户这里看不好，这里要看好。然后呢，在520之前哈，我就跟各位讲，这个高点一到了以后，我有没有在节目上面跟各位讲？我每天讲的，我不是事后讲，我是不是跟各位讲？8090附近你要做多，对不对？因为最高到8840嘛，那跌下来，很多人在
看坏五二零，对不对？那我是不是在节目上面讲，散户都看坏，你要看好？我有没有跟各位讲八零九零？这边最低7999，7999。那为什么要在这里做看多？我再来，这是周线扣高低转折，这是上周哦，周线哦，上周还在扣低转折，我都告诉你，扣低转折这怎么算的？扣低转折，那形成线上做多盘。那同样的，当初这里8840，我来到这边，我是不是跟各位讲，扣高转折它会跌，它会跌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这周线的部分，这里斜率向上，高过高，低位破低，这里斜率向上，我告诉你，扣高转折它会跌。然后呢，520之前，我告诉各位，高不过高，低破低，扣低转折，它会涨。那这怎么算的？带着你计算机到免费技术班，我教各位。好，然后呢，日线上的话，8840这里，我告诉你会涨，跌到8090，然后来到这边，我就跟各位讲，来，我不是现在讲，我已经讲好几天了哈。那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节目哈，这一根是杀多 K， 破线杀多 K， 那我跟哥讲，7999，你要小心未来它会涨到这里，那涨到这里所有人看坏看好，我会看坏，我在这附近看好，8090这里看好，这里我就知道是高点，我要卖，所以。哎，你不会算没关系，带着你计算机到我免费技术班来。我跟各位讲说，如果事先规划波段的行情，好，像加权你棋子一样可以算。这个8840，我这里算8867，那压回来这7999，我告诉你8090，然后呢，来到8090，我都告诉各位未来会涨到这一段，听得懂吗？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，这个低点这里算出来，那未来涨上来的高点，我这里已经算出来了。那你不会算没关系，带着你计算机到免费技术班，我教各位。那加权我波段可以赚得到，那棋子能不能赚钱，可以吗？我在520之前，就上个礼拜，我每天告诉你压回站买方，跌破8000点，来到8090以下，非洲斑马欧北北。我有没有这样子讲？然后我现在跟各位讲会涨到这里，那这怎么算的？哦，你如果用传统的技术分析，你算不出来，没关系，带着计算机到免费技术班来，我教各位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事先波段行情的一个追规划怎么算？那行进过程里面，我就可以知道，我事先这里都没看到，我就算出这边的高点，然后呢？行进过程里面，我就可以完全的掌握住高点是哪一个，那再来呢？高点在这里以后会开始跌下去，会破7627。我都事先预告给各位，我没有事后哦，我都事先跟各位谈的，好，所以这就是功夫技术。然后呢，个股如何低买高卖？我一直跟各位讲哈，做股票如何低买，如何高卖？低买，好，比如来讲。宏达电62块的时候叫你买，你不会买，你可能是今天才进去买，甚至很多人砍在最低档。来，2498，宏达电跌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在什么地方买？我不是今天才讲哦，从这一段来，没关系，我教你怎么算。那我跟各位讲，会算到这个低点，我不是只有用一种技术分析，我还有其他特殊技术分析，我不方便在节目上面教。那带着计算机来，我教你，我最少教你5种。这边是起攻 K D， 然后宏达电当初到136.5，我告诉你134要卖掉，对不对？下来，我会告诉你62块、63块要买，跌到这边。所有的外资告诉你，宏达电今年调降它的投资价位到多少？到
三字头、四字头，我这两个地方买，五月十号买，我不是对才拿上来讲哈。五月十号，利空不断，淬炼底部。五月十号，然后呢？五月十二号，利空不断为超跌，然后来到这边，这里都没看到，这里是多底区。然后呢，用周线哦，宏达电的周线哦，告诉你，再来扣低转折，它会形成线上做多盘。那跌到这里，最低来到55块。我告诉各位，你可以看到，来，我在5月10号跟5月12号买，那你看哦，5月10号、11号、12号这附近出现什么消息？5月11号，三字头目标价，宏达电。5月11号，外资看衰宏达电，最低31，对不对？5月10号，外资下重手，宏达电金建四字头。5月11号，对不对？那个是那个时候我在买呢，啊，我都事先跟各位谈呢，我事先跟各位谈呢。哦，我事先买呢，然后呢，到今天来，到今天你看到什么？5月25号，宏达电外爆发力强，虚拟实境外资罕进，然后呢，机不可失，宏达电 HTC 挥军印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宏达电又在东瀛，就日本 KDD 也要上市，也要跟他做一个所谓的策略联盟，也要开始要上市。所以我都跟各位讲，我当初在这里买的时候，不会有投资朋友买，但是你到我免费技术班，这里我不是只有用这样子算，我不是只有用这样子算，啊，我在买这里，那时候是62、63呢，现在呢74，涨停板呢，那这就是低买，如何低买？那我在低买的时候，这边股价跌了一段，外资调降它的投资价位，那你算出是破线，那我看到的是利多，我看到的是超跌，那我看到的是我要买，因为我永远买在相对低。很多人今天会介绍宏达电，涨上来才开始讲，郭先正从5月10号告诉你，5月12号告诉你，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是砍在地板。那因为你没到我免费技术班啊，你不懂啊。然后呢，今天开始外资的告诉你，卖的虚拟实境啊 ，VR 爆发力很强。然后呢，实施库藏制度，重回七字头，重点涨上来了。那我在62、63的时候，在节目上告诉你，那如何低买？那你之前到我免费技术班，上个礼拜或上上个礼拜，你到免费技术班，我就教你怎么去算。我不是直接用这种方式算呢，不是呢，都特殊技术分析呢，扣低转折，形成线上做多盘，对不对？它会不会再涨？会啊。好 ，OK， 那现在问题来了哈，带着你计算机。到免费技术班来，宏达电未来会涨到哪里？你就跟着我。我跟各位讲哈，我在做股票，一定都是压回整理跌势买，我不会看股票涨上来才进去买，我都是压回整理跌势。宏达电这里是不是压回？这里是不是跌势？啊，这个就是所谓的低买啊。那未来我要在哪里高卖？我要在哪里高卖？未来又在哪里高卖？带着你计算机到免费技术班来，我教你怎么算。那在高档我卖掉以后，我会先放空，我会先放空。哦，我现在都已经算好了，就比如讲63块这里叫你要买啊，最低杀到55，点一下就开始会往上啊。那未来高点在什么地方，我会教你啊，对不对？那包括呢，加权的一个所谓部分。为什么8840？我就知道告诉你，会跌到8090，
跌八九百点，那为什么在7999最低跌到7999？我都告诉你，会再涨到8840，怎么算的？带着你计算机到免费技术班，好，来，个股如何低买高卖的秘籍，事先波段行情的规划，还有如何事先预算隔日加权要涨或要跌。那你到我免费技术班，我还可以告诉你台指期怎么事先预算，怎么去做调整啊，点数怎么去算。好，5月29号礼拜天早上在台北，5月29号这个礼拜天早上在台北，那5月29号礼拜天下午在桃园。好，那你来我会教你，那你未来你加权高点跟低点事先都知道，台指期一样，节目上我没办法教各位去预算台指期，因为金管会规定，但是你到我免费技术班我可以教你。好，需要我帮忙想要赚钱学技术的来的人会非常多，为什么？因为投顾老师只有郭先生在教这种事先预算技术，只有我有，那很多人会来学，那完全免费，因为我愿意要教你，那你就必须要打电话预定座位。好，认同理念，想要去免费技术班的，免费技术先修班的，你未来可以赚钱又学秘技，而且完全免费，做广告中时代电话。那么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好，难得的免费的秘技大公开，三观价免费的一个纯补习班，那你学到以后加权跟个股短线上跟波段的加权跟个股，你未来都可以掌握到。好，速播02389-8689，02389-8689，尽早报名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启发财富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。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头痛请用五分钟，嘴气疼请用气疼五分钟，五分钟不好。好，欢迎回到现场。如果你在这个市场上没办法事先算到低点，买在相对低点，卖在相对高档，那你怎么做股票？做的再怎么久，做的越久，你赔的越多。那我只要买在相对低档，如果不对，我就砍了。了解吗？所以我是买的很安全。然后呢，我事先买了以后，一定在相对低档，一定是利空不断，一定是所有人都看坏。就跟520之前，我告诉你，我越接近520，指数来到8090附近，你就随便买，对不对？
啊，现在涨上来，有没有涨上来？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个告诉各位，你如何低买高卖，那波段行情怎么规划，我都事先告诉各位，对不对？那隔日加权还有台子期涨跌怎么去预算，怎么去抓它的一个所谓的点数？节目上我没办法教太多，但是你知道我免费技术班，我会教你。郭先生的技术是俄罗人最强的没有，我拢俗称跟你讲的。那你完全免费，你可以学得到。那学到以后对你有没有帮助？当然有啊，当然有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会摒除掉你追涨杀跌嘛？那比如讲，来，中环63块，我叫你要买。这里是不是破线？5月11号，全体会员我会买。来到这边扣低转折，来到多底区是破线，跳空下开，不好意思，我会在这里买。那它未来会涨到哪里？今天已经来到，今天已经最高来到72块。我当初告诉你的是63块。5月11号，就这一根，现在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然后一档一档讲，宏杰科，当初告诉你56块这里要买，当初在这里。现在在这里，我没有买，全体会员买。这边是不是破线？是不是压回？是不是整理？又买了低档，那它未来会涨到哪里？我当然知道。那官网我买在低档，未来会涨到哪里？我当然知道。宏达电，5月10号、5月12号叫你要买，62块，你会不会买？那当然，我还有其他技术分析，但是我不方便讲，我只有讲最简单的三观价。啊，怎么这样子算？为什么从这里算？啊，为什么这里是低点？那这里是扣低转折啊，那怎么算？你到我免费技术班教你。我不是只有用一种技术分析而已，我先跟各位讲，一些技术分析我绝对不会在节目上面讲，但是你到我免费技术班，一档股票或是加权或是台指的高点跟低点，我最少是5种特殊的技术分析算出来，节目上我只能教你一种，但是其他的我在免费技术班教。5月12号告诉你买宏达电，5月10号告诉你们买宏达电，外资调降它的投资价位到3字头、4字头，我在这里买。我买的时候就讲了，我不是涨上来再讲。那 TPK 跌到这58块，叫你要买，有没有人会买？5月12号叫你买，5月12号叫你买。凯盛跌到106块叫你买，这边最低106，我没有买，是不是又低买？凯盛今天已经118。联发科跌到192这里叫你要买，你会不会买？不会，我没有买，有。5月4号买，5月9号再买，是不是在低档？那这些股票它未来会涨到哪里？包括有一些我没办法点到名的哦，因为个股太多了。那你手头上什么股票？欢迎你来问，你有问我就必答。好，再讲一次，免费技术先修班，好，个股如何低买高卖，对你一辈子受用，而且完全免费，而且。这个是秘技，是外面你学不到的。我不是教传统技术分析，都是特殊的技术分析，都是我发明的。事先波段的行情规划，为什么8840的高点我知道？为什么7999那个低点我知道？啊，为什么未来会涨到哪里？为什么我知道？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我刚刚已经有讲过了哈。为什么会涨到这里？我知道。那如果事先预算隔日加权要涨或要跌，你讲今天5月25号，这短线的，我就告诉你5月26号怎么算。啊，想要学习这种特殊技术分析，机会不多。那我这种免费技术班什么时候要结束？要关门，就不再做义工了哈。这我不知道。但是你要把握这个良机，完全免费的技术先修班，探钱学技术你的找我，探做博缴
要逐工要涨停板的，逐工拢大赚，你去找别人，人家在骗你，你也相信。所以我咧讲吼，认同我的，想要学的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免费技术班 close 掉？针对会员呢？什么时候要 close 掉？我不知道啊，你要把握这个良机。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是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好，秘技大公开，都是事先预算的技术。5月29号礼拜天早上在台北，下午在桃园，尽早报名完全免费，你会变高手。那你有问我就必答，速播02389-8689，02389-8689，尽早报名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他财富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热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头痛请用五分钟，最气疼啊请用气疼五分钟，五分钟不好。台北市有线电视新选择，北都数位有线电视挑战台北市最低价，平均月付350元，立即享有全数位高画质影音、高收视率频道，通通有，再送数位机上盒，现在就换北都数位有线电视0809-096-111，早鸟申办更多优惠哦。北都拍拍 net 超值优惠双响炮，新时代光纤标网加数位有线电视，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。